梅里慈济志工将浴佛台搬到疗养中心，让行动不便的长者也能参与浴佛。很感恩感谢你们哈、慈济他们都有什么做这个活动，给他们老人不方便出席这个浴佛。握住爸爸手。佛。慈济三结合一，弘扬佛道、孝道及善道，志工也邀约家属一起参与浴佛典礼。这次就刚刚就我有帮我外公浴佛，我就觉得很，这心灵很温馨啦，就可能就平时没有这种感觉，然后过我自己刚刚也有浴佛，就觉得我的心就可能我心里面的人没有这样烦躁。看到大家都很欢喜，而且从去年的才六位菩萨变成今年的十多位菩萨，我们希望每一年都可以一直这样持续做下去。叫大大声叫，跟妈妈讲我爱你。场面温馨感人，流动浴佛让人人同沾法喜，祝福佛到家，福到家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于美彩、黄静珠、郑信莲，马来西亚报道。